卢台长您好，你好。我是89年的龙，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遇到很多就是很不顺心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我就经常跟一些陌生人发生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事知情，道而了，且，你是，记住我句话，你是严重的忧郁症。我现在是非常严重，然后还有就大家是。听懂了吗？台长看的对不对啊？还有想问您一下，就是包括我现在住的地方，那个楼上的人总是不啊，停楼地上骚有扰。灵性，经常你听到声音的，对。而且你经常会觉得有人跟你讲话，嗯。听得懂吗？嗯。然后就是总是我想问一下我的学业，我还有我的事业还能不能发展？因为我毕你竟属什么？几几年的？89年的龙。八几年？89年，89年属龙的是吧？对，我1月份的，不是，可能他是1月份没过年我大概。就是1月份，哎呦，你蛮严重了！你现在这个灵性在你身上的时间是有1/3呀、啊。还有就是他会跟你讲话的，他经常啊，让你害怕。对，就是那种。你蛮麻烦的。现在就是挺影响我的学业，因为我父母花这些钱让我上学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担心因为这件你事曾情。经跟一些小朋友到过某一个不好的地方去玩过，我不知道是酒吧，也不知道是舞厅，也不知道什么，或者你去叫人家看过那种算命的东西，或者你填过什么东西没有？不记得那个。你不记得了？我告诉你啊，你就那个时候惹的灵性啊。所以你不能去跟人家填什么东西的。我告诉你，我德国有一个佛友，他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去参加了一个什么灵界的什么填表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哦，跟通灵讲话，结果一下子回去之后变神经病了，漂漂亮亮那个女孩子从此就废掉了。你听得懂吧？你听现得在看懂。看你这个脸，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半像他。我现在看见你身上那个男的，就是跟你这个脸很像。我告诉你，他看见我怕的。啊，您说我身上附了一个对啦，男性是吗？对，就而且我现在就是特别容易发火，这个也是。发火了，就是他在发火，你知道吗？而且他告诉你脾气特别不好，发火想砸东西，想砸东西，听得懂吗？你赶快给他念经啊！如果你不念经，他不走的。那我要怎么解决呢？就是，怎么解决？你能解决的？台长现在不是在帮你解决啊？念经呀，而且不能恨他的念，要感恩他，谢谢他，念经之后送他走，明白了吗？把你的头发跟我理理好，全部弄得像鬼一样的，因为台长在下面看到的鬼全部都是长头发披在前面的，所以我不大喜欢人。你知道人的额头叫天庭，你看有运气的人全部额头亮的。我就是运气也是特别不好。想问一下，我刚刚在讲你，是，你额头要亮出来，听得懂不啦？你额头全部遮住了，你天庭不饱满，你还有运气啊？你运气，你没被鬼拉走已经蛮好了，还运气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经常不喜欢吃那个，不喜欢那个，挑食，所以你这个人现在很挑食，对不对啊？对。又不是你在吃了，是他在吃，你听得懂吗？对。我。你看见了没啦？好啦，他现在离开你了。现在我在讲你的时候，他现在离开了。现在你会清醒一点的。你整天糊里糊涂，而且早上睡不醒，你知道吗？是。笑了，看见笑了吧？灵性一离开，他就会笑。灵性一在他身上，他笑不出来的。就是，还要我讲你点什么吗？我告诉你，就算你长得这么不是太美，但是你谈过的恋爱有两个，曾经有两个人跟你谈过恋爱，让你心很痛，听得懂吗？想呀，不是这个没有。你再讲，你看上了人家，写信过给人家吗？没有这个没没有，有再想想看，
你回去就想出来了。这一个瘦瘦的。不是，这个真没有。那个我你学校里的时候有不啦？我学校里头我一直都没有，因为我都是那种专注学习。你不要开玩笑。我真的没有开玩笑。好了好了、我问你啊、要我再讲点仔细的给你听听。有一个男的，我现在都看见了，他过来跟你搭讪，就是跟你讲话，所以跟你交个朋友，要曾经请你出去吃饭。那个没有。你再讲讲清楚啊。瘦瘦的高个子啊。没有这件事。你就好好的听着吧。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脑子一塌糊涂，被人家控制的。你现在记性一塌糊涂，知道不啦？而且你看你头发这么长，我告诉你掉头发。听得懂吗？而且它老在你什么地方，知道吗？一个是在你腰上，还是在你一个颈部，明白吗？你的脖子颈整个不舒服的，脖子啊。听得懂不啦？听得懂。对不对啦？对。我告诉你，他现在两个手拉住你的脖子，两个脚踩住你的腰，明白吗？所以你的腰也不好，年纪轻轻腰很不好，对不对啦？我是有点驼背，这个，对。驼背。这个就是确实是。哎，腰不好呀，傻姑娘。腰不好。哦，那台长还讲你一个好吧？你就知道了。那你的妇科也不好。听得懂吗？听得懂。自己知道不啦？那小时候的时候妇科就不是太好。你爸爸、你妈妈身体都不是太好的，而且你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跟你关系非常不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就是说你只有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跟你感情特别好，还有一个我现在看图腾远离你的。对不对啊？您的意思远离我是就是或者你妈妈跟他分居啦、离婚啦、或者死掉啦、或者怎么样啦、或者跟你妈妈反正关系啊，或者跟你爸爸就是当中有一个亲人是管着你的，还有一个是不管你的。对不对啊？对。好了，傻姑娘，第一回去把头发跟我往后撸，明白吗？额头们亮亮出来。第二嘛，从现在开始跟他许愿，我一定要念小房子600张，好吧？马上就会好起来，他就会不经常来了，明白吗？第三，自己振作精神，背经常晒晒太阳，然后每天睡觉之前念大悲咒，好了。好，行。好嘞。谢谢。好嘞。